喂，阿点啊点，收线宝。啊，好耐冇见啦。喂，好耐冇见啦。唔见啦，去咗边度啊？喂，好忙啊，好忙啊。系啊，好忙碌噶。好忙啊，喂，但系好忙好忙，点解咁少标嘅今日？系啊，都有。都有。七只。七只标。哦，七只，贵精不贵多啊？今集。冇错啦。先咁多款式嘅，只只唔同，即系二手系列嚟嘅，好似系啊。今日就全部二手嘅，今日而家介绍二手俾大家。而家你介绍边一只先啊？啲好边只先啊？嚟只上海标先吓、啊，上海标咁，以为咁得意嘅，中间喺中间呢个托个摆轮嚟噶呢个，我唔系陀飞轮嚟噶嘛。唔系陀飞轮，系摆轮。哦，哎，吓死！喂，点解咁讲？因为曾几何时有个朋友问过我噶，佢话有一只陀飞轮咧系真喺中间嘅，我就未见过吓。咁、啊、嗯，我初以为呢只添，呢只唔系嚟噶，佢有啲似咯个样，但系有啲似，中间会转噶嘛。系啊，我搵个陀飞轮喺中间，我就未见过陀飞轮中间。但呢只都未，我呢只都少见，就系、是、个系啊，佢喺中间喎，佢嗰个摆轮系。系啊，同埋佢有秒盘嘅喎呢只，秒针就喺呢个六点位，系啦，时分就喺十二点位。系咯，点解秒针啊？呢只喺下边。系啊，三支针啊。咁上边点睇啊？即系嗰个上边嘅时间啊？有两支针嘅，可能咁啱遮住咗。哦，系喎，系喎，一七师好聪明啊！上面就系时分，下面就秒。哇，呢个好特别。三点一线啊，呢个。系咯，个设计好特别啊！即系虽然佢中间唔系陀飞轮啊，但系佢。个摆人仔喺中间都几得意，佢块玻璃咁好有动感啊，系啊，好有动感。我卜嗰块玻璃，卜系啦，条嗰个蓝宝石玻璃表面啦，系啦，蓝宝石，系啦，蓝宝石玻璃都好卜噶嗰个。个设计就几有特色啊，不过呢个牌子就少见啲啊，上海表即系唔系少见，我哋呢个频道就少见啲。系啦，原装扣啦，原装表带。第一只表我之前见过啦，都系咪啊？我见过呢只系啊。都几特别，个面系蓝色，有少少放射纹咁样嘛？纹啦、啊，放射蓝色嘅纹。咁呢只上海就系、是、价钱系1800元嘅，咁就有合嘅。呢只上海机芯。1800元。系啦，上海自家机芯 F200咯，系啦。F 系机芯。我明白，都几特别啦，蓝底白眼，咁啊中间有个托喺度，系啦，42mm系啦，好有动感啊呢只。哦，42，如果42讲都唔细，都算大咯，老实讲。系啊，佢嗰个比较圆啲咯，嗰个标。系啊，因为佢个圈啊撑到咁尽，42就都几大只啊，少少。好，咁啊1800元啦，咁啊几有特色咧，但呢个带出街唔系咁容易揾撞标啊。好，下一只介绍啦，标蜡烛。蜡烛，喂，青铜，青铜，六面青铜啊呢只，六面青铜蜡烛都氧化咗噶咯，见到系啦，黄黄地啦都有啲，系啦，呢条系咪原装带嚟咁厚嘅？原装嘅系啦，蜡烛带啦，喺条大靓仔喎又，24mm啊呢个蜡烛系，因为似系啦，似青铜扣啊，系咯，青铜扣嚟嘅。冇错，青铜球系啦，佢系个就咁穿入去，就唔使惊只标跌咗啦，咁样就咁样穿入去，咁先再掹标带啦，再掹落去咯，跟住穿窿。哦，咁样嘅，跟住就插出嚟就咁，系啦，插出嚟就咁样。哦，好方便，所以车多一条落去，咁样卡住，系啦，系锁住呢个位咯，系啦，佢呢个钉到窿啊嘛，呢个位，即系个尾嗰度。哦，咁嘅设计，几厚料啊？呢啲好似啲厚身嘅牛皮嚟嘅似。咁、那个底盖都系金色，但系就、那个底盖就应该系电镀金色嚟咯，照计系啦，电镀嘅底盖就电镀嘅玫瑰，即系黄金咯，系啦。啊，电镀金色噶嘛，因为个底盖冇可能做青铜个底盖就，梗系啦，系啦。系，因为成手都系色噶啦，整到瑞士做喎，见到好似瑞士制造喎。系啦，瑞士做瑞士机芯，咁用紧 SW 针，系磨砂嘅表面啊，绿色。几好喎，佢个三字冇断。同埋佢系磨砂绿色，系齐晒，咁就 SW200机芯蜡烛，好青铜。咁呢只有咩价钱咧？呢只蜡烛系仲有一条标带嘅，系啦，有一条做一条拉头标带。咁我一标两带嘅呢只，系啦，有一条
拉套嘅黑色吊帶，係啦。誒，呢條帶都係青紅扣嚟嘅喎，2900。係啦係啦，都係青紅扣。哦，一標兩帶2900。係啦。有冇合格？呢、這個就膚色嘅，咁係2020年9月標，四年標。啲膚色瑞士標青銅咁，一標兩帶2900都合理啊。瑞士做嘅係啊，辣辣椒個盒我唔知係咪之前嗰只計時嗰只盒啊，如果係又好大個啊。都是木盒嚟嘅，都系。啊，都系嗰、那个，哇，就非常之大盒啦，应该。好，下一只。好，咁跟住咧仲有啲咩啊？就标陀标。呢只咦，金银润，但系大只装喎，呢只系潜水款。咁就有钻石。我又谂起啲花花喎。系啊，谂起花，但系呢只大只好多。呢只差唔，唔系大只啲喎，真系。大只啲。潜水标。系啊，潜水标款一睇就大几个码啦，佢点细都。好少见过呢只。呢只小件，我谂呢只起码都有38、39系嘛？36点几？36，咁啊有埋钻石，即系属于个细装少少嘅，即系应该都系属于女装啲啊。size 系啦 ，boy size， 男仔定大到女仔？肯定。女仔都有机会得。系啊，男女都得嘅呢只。即系如果你话好粗嘅手就未必得咯。系，即系属于比较系咯 ，boy size。哇！佢个圈都几靓，个圈系金到好金片嚟嘅，金片啊，金片钢圈咯，系啦，钢嘅金色圈，钢嘅金色圈嚟嘅，系金钢圈，系金钢。但系个圈系咪18K 咧？个圈系18K 噶。哦，咁啊，蓝色标盘，咁有钻石，底只系石英嚟嘅，好似我见到都系石英条字蓝面，石英雕陀。咁相对少见啲啊！呢只雕陀就2009年嘅标嘅，咁系有卡嘅，系仿货888嘅。咁呢只雕陀嘅二售价系9200元嘅。9200金钢钻石英雕陀，咁啊，如果唔介意石英标嘅，咁都可以研究下呢只。话睇下雕陀啊，9000元，唔系9200元。36mm boy size 系啦。我哋就介绍下一只俾大家啦，下一只就介绍RSW 呢个牌子叫 RSW 啊，好似曾经都见过下，呢只好似系咪香港牌子嚟嘅？佢系瑞士喎，瑞士做，瑞士做都系 Swiss made 嘅。佢曾经呢个厂系帮人做过机身嘅，好耐之前系有少少印象，但系唔系咁普及呢只就系啦，少见啲，都系写 Swiss made 嘅，咁系啦，但系佢都。佢都唔平嘅，佢原价都10000几蚊一只噶。系咯，咁贵嘅只嘢，睇唔出喎。RSW， 我扣只 RSW。咁啊，呢啲唔系18K 金嚟啦，咁全部电镀嘅。电镀金啦。咁就潜水款，咁就蓝圈金钢。攞个面几特别啊？螺旋纹咯，系。系啊，有啲似咩啊 ？CD 本咁样好似啊。系啦 ，CD 本。呢只系几大啊？呢只？呢只系42mm。OK， 都大啦。如果潜水标嚟讲就42呢个款，喺个扣都啊后桥啊，有少少个形态有少少似 long 箭啊，个壳型系啊。好，咁呢只有冇盒噶？呢只就冇盒嘅，佢系2024年嘅1月标嘅。咁呢只标嘅二售价系3500元嘅，咁都系瑞士机芯啦 ，SW200同埋瑞士做。我四个月标咗呢只嘢，300米防水系呢只，1000 feet。好，咁四个月标啊 ，RSW 都系瑞士做嘅，咁就3500元。哇，陶瓷圈几靓喎，系啊，陶瓷圈嚟噶。好，咁我哋就介绍下一只俾大家啦，下一只介绍Sense 啊，谂起上一集嗰只计时嗰只 Sense， 嗰只好似卖咗咯，只系嘛？嗰只卖咗咯，呢只就左的先。好啲左的密集式黑道嘅啫，佢呢只系钢定系钛嚟噶？呢只系钢嘅，钢嚟嘅，但系就做咗瓦色嘅钢。哦，做咗瓦色系啦，佢有军标嘅味道啊。好，咁就睇先呢只系42mm 啦，睇嚟应该系都唔系好细只。左的嘅喎，系啊，唔细只噶呢只，41系啦，41 OK， 好新净咯呢只标。系咯，冇乜使用痕迹嘅一条标带都好似。德国嘅冇乜，就算个扣都冇乜。前艇钢啊，系啊，呢、這个嗰、那个龟背位好新净，
因为好多时呢、這个龟背位都好容易花嘅。系啦，降大啲位标准系好少大，好新净。呢只系见到睇得出好好新净，啲降水望佢好似真系好钛金属个感觉真系。系啦，做咗瓦式降啊嘛，有做瓦式降，金标味再重啲咯，系咯，金标味。咁呢只左的先就肤色嘅，咁2023年嘅九月标嘅，咁呢只标嘅二售价系11,000嘅，好万一蚊，几个月标嚟咗呢只都系，系啊，未半年松啲啦，系啦，半年再多少少，九月标啦，系啦，未够一年，九个月，咁啊都接近新标嘅状态，睇下样都。系啦，状态就99新咯，系啦，状态。好，咁就99新啦先吓，咁啊肤色11,000。好，咁我哋下一只介绍 Grand Seiko GS 啊，好嘢啊，有 GS 嘅出现。哦，呢只系 GMT 嚟噶嘛？红针系啊 ，GMT 冇错。红针 GMT， 咁样望多圈已经知啦，24/610。GMT 标圈，即系 GMT 针，红针嗰支系 GMT 针，好长喎，支针。嗰支 GMT 系红色嗰支系 GMT。红色系啊，好多时啲 GMT 针咧会做翻短少少嘅，但系呢支又做到好长，可能比较易睇。啊，呢支针都有啊，嗱，佢睇下先 ，GS 佢就自动啦，又 automatic 啦，即系唔系 spring drive 啦，而家 spring drive 佢唔系 spring drive 支针都咁流嘅。系啊 ，automatic 嚟讲，佢都系用紧佢嗰个 Grand Seiko 嘅系9S66嗰个机芯嘅。哦，9S66 ，OK。系啦，呢个系机械，即系纯机械嘅嗰个机芯咯，系啦。72小时动力。系啦，72小时动力。哦，呢只系精工嗰只相对高阶啲嗰只自动机芯嚟噶。系啦，冇错。9S 都有两只嘅，如果佢有一只系36,000嘅，一只就呢个28,000。系啦，呢只就28,800。系啦，28,800频呢个就。系咁就啲打磨都唔使担心噶啦 ，GS 啲打磨一定靓噶啦。非常靓咯，嗰个打磨磨砂嘅，送个标带，好有少少 explorer 嘅感觉啊！系啦，个机芯都好靓嘅。系啦，一睇个透底，见到个机芯啦，呢、這个就系9S 机芯啦。啊，上手睇一睇先。咁呢只 Grand Seiko 系肤色嘅，2020年嘅二月标嘅，呢只标嘅二售价系20,500嘅，有72小时动力，9S66呢个自动机芯，好非常清楚啊！阿叔笑嘅时候，咁啊20,500系咪啊？系啊，20,500系啦，咁啊 GS 都状态都好噶，95%以上身。好明白，咁啊 GS 系要呢个价钱噶啦。好，咁我哋就下一只介绍 P 仔。好，仲有 P 仔。嗱喺呢度嘅有呢个盒嘅，啊睇一睇先。咦，咁得意嘅盒？呢个系新装嘅 P 仔，新装嘅 P 仔盒系。即系木盒嘅。系啦，而家呢啲就木盒，咁而家呢啲新装就靓啲，呢啲旋转盒啊。系啊，好靓嘅呢啲，系而揸啲咯，旅行都方便嘅系。呢只就 P 仔系呢只。不过小心啲转，有阵时知道方向，如果咪反转跌咗地下人。系啊系啊，要睇清楚个方向，转完方便。哇！支蓝针好抢眼啊！嗰支小秒针系九点位嗰支蓝针，浅蓝色。系呢只就自动嘅，咁有个护桥嘅护桥款，自动护桥胶带。嗱，侧边就磨砂嘅系呢啲位啊。呢只好似都几新净喎。呢只系啊，其实佢戴咗两次。系咯，胶纸仲喺度个底嗰度。系咯，呢只一望落好似个年份应该都唔会好耐啊。系啊，佢呢只就新装 P 仔就有呢个8年保用嘅，咁呢只表就系2023年嘅表嘅。哦，都系。保用就去到2020。系啦，一年表，佢个盒都系咁新款，我咁呢只应该都唔平啊，咁新正。啊，仲有一条表带嘅，咁佢呢个一表两带嘅，仲一条鳄鱼皮带。哇，呢啲原装要带嘅，都几贵下嘅，而家原装 P 仔皮。啲表带好似都要3,000+，如果原装嘅鳄鱼皮带系呢只就黑色嘅，未用过呢条皮带系。你几靓仔啊！胶带就过系啊，黑色皮带就未用过嘅。一表两带而家。一表两带。size 都系经典 size 啦，44mm 嘅，系啦，新好新，
嗱，狀態就我睇都冇乜瑕疵咯，都應該有都接近接近新標嘅狀態，我睇個樣都係。九成九係。好，都幾靚仔。呢只 P 仔係2023年嘅，有卡有盒，咁八年保用就二售價係32,500元。哇，咁如果咁新正嘅 P 仔都 OK 喎，有時揾啲即係十年、八年、十幾年嗰啲都咁上下價錢啊。嗯，咁呢個都係有呢個72小時係啦，呢只三日鏈。30,000中啲。狀態就九成九新啦。新標狀態。好，咁我哋而家就上彩蛋俾大家啦，彩蛋嚟。第八隻係。A few moments later， 第八只系咩咧？第八只系彩蛋嚟嘅。啊，对啊，又彩蛋嚟嘅。搵紧啊！搵紧。哇，你好似收埋好多彩蛋咁喎。买啲蛋唔知点解？彩蛋就系东方标，东方国家又出嚟任务啦。哦，东方唔系东方星啊。呢只见到系2点同埋3点位就有一个星期啦，系嘛？见到。系又有星期又有 moon 喎 ，moon 呢只系咩啊 ？moon sun 系 moon face 定系24小时啊？教下边咪知咯，你试下。应该24小时嚟噶，相信。都系24小时显示系嘛？应该系睇日月嘅条计。印象中呢个牌子好似冇出 moon face 嘅。系喎、哦，跟住行噶，而家变咗夜。系啦，睇上下昼嘅啫，用一个太阳同月亮嚟。咁左下就。是日子就是这个八电位咯，系啦，开咗三个线型，系啦，系开咗三个线型嘅，咁就同埋星期，同埋嗰个黑道就全部罗马数字喎，系啦，全罗马唔断字嘅罗马数字，冇错系啊，哦，咁呢只应该都呢个牌子通常都几抵玩嘅，都系啲抵玩嘅牌子嚟嘅啫，原装皮带啦，原装球系啊。厚底好像是不是 Epson 机芯好像没错 Epson 机芯没错东方的自己机芯好上手大下彩蛋先这只是自动的电咩 ID 这只呢它是Automatic 我看到它它是自动但它不可以上链的不可以上链是它要带着来加个动力的这只表哦、oh, ，OK， 明白。带住佢咧，佢就会加个动能啦，动能咯，我哋叫做，即系要靠个陀揈啦，呢个系，系啦，动能标啊。咁呢只东方应该都，我谂应该都1,000多元嘅啫，啲通常都系彩蛋。系啊，呢只东方嘅彩蛋价系1,300元。1,300元啦，咁差唔多啦，吓、啊，1,300元咁就有呢个咩啊蝴蝶扣。蝴蝶扣咁有呢个星期日子同埋呢个24小时显示。好，明白。咁啊，1,300元彩蛋一只，东方。照埋啲夜光俾大家睇啦。今集嗰啲夜光我遇到劲吓，试埋个夜光呢啲。边只夜光最劲啊？睇下先。我估应该系蜡烛 ，A D 去关灯。蜡烛啊，会唔会系先咧？我觉得蜡烛好光啊，因为佢嗰个好劲啊，嗰个光可以。我见睇一睇先。好，我哋临尾。看看先，哇，唔係喎，只 P 仔都好犀利啊！睇下蜡烛呢啲好光喎、哦，因为佢大啊嘛个表面，系啦，仲有边只？哇，只 P 仔都好劲啊！离远已经见到。P 仔三文治嚟噶嘛，三文治。哇 ，P 仔唔使讲啊！哇 ，P 仔唔错，呢个31,500咁啊，咁新正。诶，仙都唔错啊，仙。系啊，仙我谂应该仙 OK 噶都，仙就都抵玩啦，呢个价钱11,000嘅仙咁新正。好，咁就呢只系 RSW 啦，呢只牌子。其他就冇夜光啦，最光而家就系、是。哦。就最光有蜡烛同埋大嘢。好啦，今日就介绍完啦。明白，咁啊，总共差唔多啦，唔系太多啊，咁就7只加1只就7+1啊，咁就连埋彩蛋8只标。好啦，咁啊，今日差唔多啦，我哋咁下次有咩新标手标上，大家喺度。好多谢大家，拜拜。好啦，拜拜。